不论是谁，希望这个人能够给空桑和云皇带来希望。谢出手相助，白鹰。多谢相助。层层海浪堆叠，重复着誓言，却终究消散不见。寥寥几次相见，也难抵旧缘，轻叹往事薄如烟。刚才还以为在做梦，真的是你吗？不要再留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好想你。这半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梦里见到你，就像当年在金塔上一样，你就笑着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可是每一次我想伸手去抓住你的时候，你就消失不见了。原来这一次一次的梦都是因为你还活着。燕归去，彼时梦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再遇见你。这半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你过得好吗？你变了好多。可是你没有变，你还是和在井塔上一样。已经过去半年了，这一切都已经变了。半年前跳下井塔的那一刻，白鹰就已经死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就当作从来没有遇见我，
作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如今梦醒了，一切都归于原点。